谢谢感谢，有两个代志，你讲的，哎，我想这大家拢知，第一项就是不管好严重，第二项就是咱今日要讨论的主题，空气，哦，每一个人不管你啊，各管天照，还是讲环保的倒数，哦，啊，一直在收获咱的山林，甲这个工业，所产生的空气污染，哦，啊，伊，迄个PM2.5的迄个超微、全微粒，哦，啊，伫这个咱的，迄个大气当中，哦，弥漫，哦，这对咱健康是无形的杀手，哦，我甲再希望咱今日，诶，研讨会会当提醒社会大众注意空气的污染，哦，啊，了解空气污染的愈来愈严重，最后我直接以这边这个讨论的成功模范，感谢，谢谢。